ground shake. Hello， 江江，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超高的豪宅。那我们现在在这个便利商店呢，这个便利商店的模组的稍微换了一下，比较接近真实的模组。哎呀，看到不该看的东西，不过没关系啦，先这样吧哈。那我们的哟，川普啊、哦，看一下川普。Hey, sorry. 我开啊你，欠打啊你。OK， 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哇，这个贴图做的很棒哎！打你，可恶，爆头 ！OK， 我们这次到这个山顶上面呢，是它是在最高这座山上面，那我们可以坐直升机上去。OK， 它算是在半山腰这边啊。OK， 我们快到它的停机坪的地方，我要先降落一下。先后退一下。好的，直升机太大了，这个停机坪太小了。这样应该 OK 啦，应该可以吧？后退一点好了。哦，感觉好危险啊！这要怎么过去啊？好，我从后面好了。你看，这个平台，这个平台设计不良啊！我再走个两步就掉下去了。我们从那个尾翼爬过去好了。哇哦，这个。其实这个地方其实还蛮安全的，但是到达这边必须要坐直升机啊。那这保镖到底怎么进来的、啊？门口两个保镖，帅气的诸位警。OK， 这个是可以到下面的。我们先介绍上面好了。哇哦，进来就是个大沙发呢，这个设计还蛮现代的。这是我的浴室，浴室有这个进不去，然后这边是我换衣服的地方，还有床。各种不一样的衣服，防弹背心，防弹背心。来，接着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右边，这是通道。这是什么？无常室。哟，改装武器的地方还有很多机台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 server 啊。OK， 然后这边是餐厅，这个沙发，哇哈，好可怕、啊！这不掉下去啊？透天的，哇，这个镂空的、欸。一看到下面，好可怕啊！坐在这边看看电视聊天也蛮可怕的。哎呦，奇怪，上面的玻璃为什么一直闪？哇！看一下厨房啊，厨房旁边还有沙发，这样不会都是烟味吧？对，这边还有美丽的花，然后水果。那一坨是什么东西？黄色的，不会是蛆吧？耶、yeah ！这个白色是什么啊？
OK， 我们第一层介绍完了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阳台是干嘛的。哇，可以看到下面那一层哎，全部都是镂空的。那样这样子正面在上面的话，不就从下可以一览无遗了 ？OK， 然后哇，我这边还有就是相机、电脑、望远镜，这么远看得到吗？哇，这边可以烤肉。哦，这里从这边下来了。哦，这是看我，这是看星星的地方啊！呵，它倒了。哇哦，好酷哦！沙发，然后那个是书架吧？书架目前没有书，看可以看上去哦。这个 view 真好，都是透明的。啊，我吉他倒了，啊，这是我沙发，桌上还有一堆银饰、首饰，然后这是整个洛圣都的地图。放武器的地方，这其实也蛮好，蛮适合当生存者基地的。可是到这边的话，只能坐直升机了。那个玻璃也是怪怪的。我们叫一下，看一下下雨会怎么样。这下雨不防水啊，这雨直接飘进来啊！啊，我的地毯都湿掉了啦。我现在走路都有水的声音了，我的鞋子也湿了。哇吼，全部都湿了，沙发都淹水了。哇，这个模组不防水。OK， 我们直接到这个下面那层去看一下。这边可以重生人物吗？我叫一下正妹。哎，人呢？人怎么不见了？不会吧？他不会在这边重生？难道他在下面？真的都不会出来？他放哪去了？啊，把这个天气弄好一点。啊，把天气改一下。接下来去看我们的这个警卫的地方啊，从这边可以直达到下面。哎呦，好危险！哎，还有护栏啊，这个人在偷闲啊，抽烟。哎，老兄你好。哇，这里其实还蛮安全的，下面还有这种防空炮，对空的。老兄在看哪边啊？我们来试玩一下这个防空炮好了。哇！爽，不能射自己人哦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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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一下另外一边，这边很多爆裂物。他们在清点东西啊，有很多枪支。
好多武器的，好多箱啊！Gun unit， 这是聚义箱吧？灭音器，很多火力哦，火力强大。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，我没办法射他们啊。但是，嘿嘿，瞄准你了，不要转过来啊，转过去啊。好了，我们来连弹来破坏一下这里啊。看一下要准备丢哪边啊？哇吼，炸飞了啦！哎，哇，人都烧起来，哇，你看这个墙壁。斑驳了，他最多只能炸到这样子啊！我们丢看看。哇，只有这样子而已吗？再一次。哎呦！炸得坏吗？我先躲一下，躲一下，躲一下。不行啊，它是个物件。哎，老兄，老兄，送你一颗巴辣。嘿，我快走，我再上去一下。哎呦，哇！等一下，门口还有两个嘛，对不对？来丢一颗，丢！哇哦，掉下去了！来破坏一下里面，丢一下门口！哇哈！这个玻璃可以打碎吗？我看看，丢！哇，顶多裂掉而已啊，防弹玻璃吗？可以射穿吧？欸，可以射穿啊，只是玻璃不会破而已。这样其实还蛮安全的，完全掉不下去，有没有？等一下，这个没错，这不会破，但可以射穿。哇，爆了！打下去，咚咚咚！哟，这全部的玻璃都不会破哎。欢迎倒了，哦，弹走，不哎，师傅来炸一下。丢！哇哦！什么完好无缺？来这边丢一下，机房轰！这里有一颗，哈，炸倒了！什么都还在？丢！
啊，其实应该都差不多啦，这个玻璃就是不会破啊，不会破就是不会破啊。这里给它炸一炸，丢啊！哇吼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左边那个是什么啊？你看，玻璃这个东西有破掉没有错啊？电脑萤幕有破掉，啊，你看旁边那个全部都裂掉了。这爆裂物的箱子不会爆啊？我们现在实际上来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房子怎么做的，跟柱子哦，它是堆叠起来的，不知道什么东西。我这沙包一整块尸体掉下去啊！OK， 哦，这是方形的啊，不，哦、oh, ，no， 整台车子掉下去了，这还蛮有喜感的。哎，为什么粉红色的？这有破图吗？整片的，哇、wow, ，掉下去了。OK， 哇、wow.。一路滚下去啊！啊，这沙包好多沙包堆叠在一起了。哇哦，方块！哦，这是那个楼梯，看一下上面的。对啊，这一整片全部都这个。这是什么地板吗？看一下这防弹玻璃怎么做的啊？整片的，哇哦，它叠了很多片哦。这好像是舞台用的吧？这层也拆了，这样我人会掉下去吗？这个，这什么？这桌子。这整片地图，哎呦，这里面有东西耶！哇哦，保险库、药品、有枪械、帽子，我这个拿起来。哎呦，掉下来了。稍微看一下，欸，这边还有什么？没有秘密通道了。哦，单一物件。好吧，我们就直接飞出去吧，飞喽！好啦，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按个赞啊，对不对？给我一个大大的喜欢，那记得帮我多多分享啊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喂。